啊，我说一下好了。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呢，能够多一点爱和良善，然后少一点欺骗跟谎言，留给我们的下一代，还有下一代的孩子一个很好的环境跟很好的榜样。然后大家有任何事情，也希望都能够去查证，然后不要让一些其实不应该受到伤害的人再次受到伤害。谢谢。啊，我说一下好了。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呢，能够多一点爱和良善，然后少一点欺骗跟谎言，留给我们的下一代，还有下一代的孩子一个很好的环境跟很好的榜样。然后大家有任何事情，也希望都能够去查证，然后不要让一些其实不应该受到伤害的人再次受到伤害。谢谢。是他有 po 文是不是？我不晓得，我还没看到哎。OK， 那这样很好啊，就真的就希望他早日康复，然后快一点回到工作岗位跟大家见面，不要让大家担心他就好了。那顺便让听众说说你接下来工作的情况。哦，接下来工作就是下个月马上开了新的戏《有生之年》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实境节目也会陆续开始启动了，就下半年的行程。那聊到工作啊，其实今年我们金钟奖分两天嘛，那就大家都非常的就是期待华灯初上，因为很肯定更多人幕后的工作。那你自己有没有就是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跟就是期许？当然很希望大家那么努力付出的一个作品，然后能够得到评审的鼓励。那我相信应该是会有一个蛮不错的成绩吧，但是也是放平常心啦。你自己有没有想要入围什么？我希望对于每一个提名的，就是不管是演员或者是工作人员或者是一些服化道这一些，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肯定。我到时候你们看了之后应该就都知道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